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。曾经入围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泰雅族歌手吕强推出 Oh Love 专辑，好歌深受肯定，但外形却遭网友毒舌嫌弃。他说，有网友看了我的 MV 还留言，靠北好丑，我看了当然觉得莫见穿心。虽被网友嫌丑，吕强却有颗善良的心。他曾在龙潭路边捡了一货骨头断裂的折腿掰卡罗乐奇，这货被遗弃的狗舌头还缺一角。当初他打了近20通电话四处求助，总算能帮狗狗抬倒。在他细心照顾下，现在乐奇和另一货乐福都是他的最爱。但他发现乐奇可能因为被遗弃过，个性上比较没有安全感。吕强说，乐奇和乐福都是他生活上的开心果。笑说，乐福喜欢躺下来翻肚要我按摩，乐奇则喜欢去闹乐福。自认是大胃王的吕强自曝很爱吃早餐，通常要减甜早餐各一本。笑说，我应该可以和卢广仲变成好友，因为两人都很重视早餐。吕强最近在歌唱赛节目中的好表现受到金曲歌王林俊杰肯定，也让他关注度提升。以前沮丧时他会看碧昂斯的影片激励自己，有时压力太大在家崩溃大哭，狗狗会来舔他给他最大的安慰。1月27日吕强将在三创生活园区5楼举行从零开始演唱会。吕强拥有2户爱犬，是他生活中的快乐泉源。记者吴顺祥社。吕强参加歌唱赛节目好歌声受到肯定。记者吴顺祥社。吕强希望多点时间陪狗狗。记者吴顺祥社。